我没看错吧？杀神秦羽就是叶辰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是陈烨哥哥，他还活着。是他，明明没事，却不传个消息回来。我就说秦羽这小子怎么看怎么顺眼，原来是叶辰呐！难怪你会向我要那木雕。秦羽已经是我的弟弟，叶辰竟然没死。当初我能赢你，今天也能宰了你这人渣。叶辰，宁霜，秦羽就是叶辰，这真是意外收获呀。那就让你们拼个同归于尽。我等正派以除魔卫道为己任，难道还怕他报仇？上人所言极是，叶辰修魔道，人人得而出之，大家不如这次就算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护住辰儿。杀！是成魔了，好恐怖的力量！原以为恶魔之心已经废了，没想到尹志远竟用它学会了魔功。尹志远也是魔，恒月宗彻底完了。我已通知天下正道前来诛魔。想不到远儿竟还隐藏了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叶辰是魔，你就诛他。尹志远是魔，你却欣喜若狂。同学，你到底修的是什么道？他是恒月掌教。入魔的又岂止是他？叶辰，接下来我要把你的血肉一寸寸撕碎，然后吞掉。你怕是忘了，当初我是因为什么被诛杀的？魔头叶辰，今日我必诛你！诸位，随我诛魔！诛魔！诛魔！你们这些所谓的正派，总喊着冠冕堂皇的口号，做着卑鄙无耻的事情！无需多言，受死吧！凌真，该死的是你！这次我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我儿子！